大家好，我是伍修峰。那在我面前的这位是史莱姆，史嫂，洗手啊，史莱姆，对 ，Hello。那我今天呢，做东，然后请了史莱姆和史嫂一起来参加什么？吃蜜糖吐司。对啊，你看他秋风都还没吃完，我已经吃完了。你们两个人吃一份呢、欸？对啊，其实我们还有几份，他们还有很多。他们对，其实他们吃了很多东西，他们没吃中餐，老皮，救我 ，Help me！ 老皮他说他点太大份吃不完，啊、吃了三个小时了还没吃完，他在家那今天除了有史莱姆还有史嫂之外，还有米奈也有来，米奈啊，还有阿神、啊、米奈要打声招呼吗？安安听不到，听不到。安安，然后巧克力这边可以看到，小 N 巧克力就在这里啊，巧克力在这里已经融化了，多啊。然后还有吃不完的老皮，救我，赶快救他，救我。那祝你们台湾行玩的开心。谢谢。安宁被忽略了，啊、你哪位？原来我这不知道。这个很赞啊，我喜欢这个。下次再见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